各位同心，上课前哈，再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哈，有没有关机或关震动哈，再麻烦一下，谢谢。那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闭幕式哈。这节课是由我们的参议院张文彦张议长带来演讲哈，请大家以掌声欢迎，谢谢。各位同心，大家午安。真欢喜，今天是甲大家。见面啊，因为有恁来参加，咱成功的机会搁愈近啦。大家家己鼓掌一下，好不好？因为咱三天。所读的，我即马要甲大家复习一下，看大家有得到偌济。但是我所知影，恁家己感觉应该感觉出来，以前拢无读到的，啊讲的拢。无影诶，啊！伫遮，伫短短差不多三工内，拢足清楚啊，对毋对啊？好，咱为正正法，正正法安怎讲？讲第一就是讲占领，袂使安怎？遗传出款，流亡不能就地合法，安尼就足清楚。咱会了解讲，因确实准备要走，我会用一挂 PowerPoint， 啊加一挂影片，予大家看，啊咱再搁一步一步。啊，来介绍，哦，当然，即个咱我要补充啊，李登辉先生，伊咧做总统的时，伊讲要会审，有安尼啊无？伊讲要会审啊。美国啊，讲安怎？袂使你啊，因为迄阵啊，伊无足清楚，但是即摆伊足清楚，但是伊袂甲咱讲同样的语言啦。伊安怎讲？伊讲日台民印共同体啊，即句咱所读过的是啥物？进行，大家想看卖咧。安尼唔对啦。对啦，是分开两边对啦。伊来讲这句，大家去思考嘛。啊，咱来读了后才会知影讲，因为伊吃亏着嘛，伊阵啊要干怎？会审嘛，美国讲袂使哩，伊那真正莫名其妙呢。啊，即卖他搞通了啦，
搞通了一几回，啊，日本请伊去演讲的时候，伊就讲出来，日台啊，命运共同体就是不可分割的，台湾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了。1945年4月7日，天皇就宣布啊实施啊，迄个叫做明治宪法，把台湾选出5位啊众议员，3位参议员去东京开会了。啊，台湾可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间隙耶，战死的放在哪里？啊，日本的啊，咱讲叫做，迄个叫做啊，咱去拜，不是忠烈祠啊，忠烈祠是中国。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拢去遐39,000一拜，这都是证明什么？证明这啊！啊，伊不爱安尼讲嘛，伊甲你讲生命共同体，啊，实际上日本啊拢足清楚，哦，安尼。安尼大家清楚吼，啊，过来看，伊这伫台办哦，这迄天伫啊9月20日啊，伫迄个这是9月21日啊，迄是20日时个发表啊新闻，应该是啊9月21日发表款吼，啊，因为这写当时发表嘿，伊二十去啊，可能啊发表。咱即马来阁看，伫台办，即伫东京啦。东京发表啥物？大家来看，伊讲，伊即是啥？伊讲吼，不能把国家的啊生存权交给别人的手里，即个袂使把国家的叫做啊。生存的权利啊，交予别人啦，会手里。啊，这就是伊安怎讲，就即句啦。支持啊，安倍晋三啊，来修宪保有战力。以前伊自迄、那个等于是自卫而已嘛。无军队嘛，啊！现在他就自卫队，现在说自卫队可以攻击了，以前只能够挨打，以后互人攻击了后才会使反击的。即马唔是，甲改掉啊，会使啊攻击啊。啊，这那是啥？这伊那足清楚啊。哦，这伊那是足了解啊。啊，佮这点啥？讲一个国家啦，一定爱有这个保有的战力，并代表啊，并不代表战争啦。这是咧甲日本人讲，因为日本人足惊咧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拍输了后啊，啊，麦克阿帅甲伊个宪法改了后，日本人。讲啊，拢卖烧钱，因拢永久和平就好啊。啊，但是边啊都有派出兵，常常咧，讲要出来干烧拍。啊，所以伫这个状况，就是讲，吼、哦，爱家己有这个哦，做啥战力啦、啊？啊，并不代表要战争啦、啊。啊，这是咧，家己本人讲啊清楚吼、哦。但有武力。人就唔敢来甲咱欺负，咱啊有武力，咱卖发动战争就好啊。伊即内底啊有一个小故事啦，讲保卫这个保卫
国家是领导人的啊责任，意思讲，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一定爱有保卫国家啦。伊这个就是咧批评啥马英九啦。啊，马英九伊讲啊免啊，啊拢免啊开放啊，拢等于中国人家把你当作敌对啊，你把他当作好朋友。以前的历史告诉我们说，迄阵啊，我做兵的时，常常在咧吹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常常在咧唱啊。啊，即马讲安怎？讲两相好啦，国军、共军，啊啊，就是中国军啦、啊，啊国军，哦，啊个共军讲就是中国军，啊当然。实在通人歹去啊！真正诶，这个感受可能较大有做过兵诶，拢会足清楚。哈，拢会清楚这吼、個。啊，我正要讲，就是因为伊是毋是足清楚啊？啊，即马要阁介绍，予大家知影。阿扁啊，总统，伊咧做总统的时，第二任的时，伊讲要去参加联合国，写批呢，去叫联合国呢，讲用台湾要去参加联合国，联合国连，甲开也无开，全甲退倒转去。啊，咱爱了解，要参加一个联合国，爱有一个国家有四个条件嘛吼。第一爱有啥？爱有土地嘛，爱有人民嘛，爱有迄个怎国家嘛，啊，加有这个外交权嘛。啊，台湾想看卖咧，拢无啦，这四项连一项都无。啊，那无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啊，过来人民啊，咱大家，恁是不是台湾人民？恁提出来政见是啥物？恁提出来拢是啥？中华民国的国民呢？国唔是公民呢？你袂使选去的呢，是安尼袂使选去。啊，公，我咧上公民课的时阵讲，公民才有选举权，国民没有。啊，恁提迄张来去选去，讲实在。啊，你看，流亡政府做的跟讲的都不一样。做的甲讲的拢无共款，所以讲咱大家有这福气啦，才来遮听到真正的情形啦，真正大家有福气。啊，所以拜托两件代志，拜托两件代志，第一。回去又叫他少年的啊，靠专业的来上课，啊，甲鼓吹来领台湾政府的身份证。那安尼，咱大家拢摕这张身份证，有摕到了后，甲天皇讲。可以授权，予咱，啊，咱就来参加联合国，会使哩啊，袂使哩？会使哩啊！咱会使干哪家什么情形呢？有人问我啦，一个台大的教授，
伊讲恁台湾民政府到尾下要行去台去啊，甲问安尼啦，我甲讲啊，足简单，要行去台去呢，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加拿大甲英国联邦英国的关系啦，咱要形成啊英国联邦啊。就是啊，英国国协啦，英国就是那日本的啦，台湾呐、啊、加拿大安尼啦，安尼恁想就足清楚啊。伊讲好安尼啊，伊第一摆听到也足欢喜。这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好、哦、啊，这予大家清楚，咱保留啦，伊的名卖公开。因为这世界拢在看，所以要甲大家讲，恁顶下要去人解说，台湾民政府以后要行去台去，讲诶，咱会使从澳洲安尼啊，纽西兰安尼啊，都参加他们是啊英国国协来的人，但是他们也是用啊他们的名称去参加什么？联合国，啊，咱会使用啥？啊，就台湾嘛，啊，咱是甲日本，啊，等于是联邦嘛，邦联嘛。安尼大家有清楚无？安尼等下也敢讲啊嘛，对无？咱无要独立。因为美国也讲啊足清楚，吼、哦，这咱才过来讲，阿边也讲啊袂了，阿边也去用推倒转来嘛吼，伊讲好气噗噗，阿咧，你找无，好啦，咱护照啊，咱的护照写中华民国护照，伊个加一个台湾落去，讲安尼我基本就是台湾的身份证，啊。内底掀起，也无台湾共和国啊啦，所以那无效。啊，伊也起我出卖啊，啊边啊，伊讲安尼好来公投，伊讲公投了后啊，土地就咱个啊，才来身份证，伊才可去想办法来公投。啊，公投哪有可能？人即块土地是别人个。还有一个情形，可以大的人，不同款人可以公投，主权会也袂使。我咧甲你讲，英国、苏格兰、英格兰甲苏格兰，两个因那个啊，迄、那个苏格兰因公投对无？什么人会使公投？恁知影无？因也有规定哦，因有规定哦。那是澳门的，住伫苏格兰的公民会使公投。苏格兰、英格兰来住伫苏格兰的人，我会使公投。苏格兰本人的人会使公投。香港在遐住伫苏格兰的人，袂使公投啦。安尼，伊用这个例子，咱来去想，咱台湾内底有几种人？大家想看卖，咱台湾几种人？我叫阮老爸叫奥多萨，我叫阮老母叫卡迪亚。阿公，我是中国人。嘿，有诶朋友甲我讲，阿、啊、你这个背叛祖先，甲我讲我背叛祖先，我讲好，我还要来查。阮祖先诶黄金翁啊，拢去甲看看咧，敢若两尊啊，两个黄金翁啊，
下唐山祖啦，唐山哈，啊祖先的祖，登山祖啦，找不到唐山妈啦，没有看到唐山妈。哎，马街医院，林玛丽对这个有做 DNA 的研究。抽血，咱台湾做一个试验以后，发现百分差不多90%啊，拢是平埔族的啦，平埔族的啦。恁那咧办喜事啊、丧事啊，喜事讲无古爱坐大位，有安尼啊无？安尼就平埔族个啦。啊，那老母死去，拢爱叫阿姑这边个人来去安怎？奉丁呢？这那是平埔族个啦。啊，大家去思考就好啊。啊，有诶，唔是哦。啊，你姓张，你张的祖先是啊。清河啦，我是在河南的清河县。啊，但是我都无找到讲唐山妈，所以我是平埔族的。啊，无我就是我叫阮老爸是叫我多生，叫阮妈妈是客匠，啊，但唔知变虾米人。哦，安尼大家我足清楚。啊，这就是啥？啊，边个讲要公道啊？来决定这块土地啊？英国，伊就限制啊呢。香港现在唔是英国的，迄个叫做等于殖民地，啊，唔是英国的叫做那讲伊的叫做啊，加那加新加坡。啊，甲纽西兰、甲澳洲无甲因共款，因讲英国国血也无啊，所以因遐个香港，伊去遐去，伊迄是变做啥？中国人啊，中国人不能来决定因即块土地的主权。啊，所以人家是安怎？两种人嘛，安尼阿伯要决定。咱这块土地主权是有什么人才会使决定的？啊，本土台湾一定爱领有咱这个身份证的啦。诶，本土台湾人，伊迄个是 TWA 才会使，啊，其他无可能。因为阿边啊，人民讲安尼就会使，美国啊讲安怎？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安尼啊无？啊？你可安尼甲讲啊？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啊都有影，伊也唔知影。啊，到尾，诶，阿边也知影呢？讲他不可能，其他的人也不可能。我跟你讲啊，无，讲伊无多好做，别人也做无多好做啦。啊，你就是要伫中华民国。的宪法里底去宣誓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哪有可能？那家苏茂康去个空一个啥？迄个叫做啊，迄个空调咧里底，伊那跳会出去如来佛的所长身，啊，这绝对无可能的。唯一就是咱俩，所以大家。就这个地会里啊来参加，各大家家己鼓掌一下啦！真正大家足难得个，一滴来参加咱的台湾民政府，这是咱未来咱台湾人的希望，通伫遮。啊，后来咱过来看准备的。
的物件，这就是什么？来看这个，这讲罕见啊，美国助理啊，国务卿啊，啊，这个罗素啊，这个叫做罗素，伊助理国务卿吼，讲台湾要给我们自治。啊，这个自治是啊 ，autonomy 是安怎叫做 autonomy？ 头拄啊讲的安尼啦，上面有人啦，上面有什么人？日本天皇啦，啊，有日本天皇下面给你们自治，这就是咱所讲的。啊，这是什么时阵？你知影？因为这个是在太阳花那个时阵，啊，美国啊，赶紧出来讲，从来唔嘛安尼讲要给咱自治啦，即卖伊安怎？伊讲惊到啊，惊到这个少年人啊，无了解真正的会要做。啊，历史、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拢唔知。刚才讲，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台湾。啊，咱也无所有权，你要安怎讲恁是台湾人的台湾？所以，伊紧跳出来讲，要让大家台湾本土台湾人也知影，台湾人互拢知影。恁头顶要有人嘞，啊，恁会使自治，啊，就是迄个代代教授加盟啦，啊，我安尼甲讲啦，伊讲安尼伊清楚，安尼伊清楚，咱阿摆啊就是走向类似英国国协这种方向，哦，啊，这也是予大家。有看到这个报道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大家都不知道哦，真正好，不要紧，啊，来就会知道了吼。啊，你回来我就去跟他讲啊。后来，咱再来看，当然，这都是较古文了啦。啊，这就是强调，这个国际化，啊，国际化。的问题，吼、哦、啊，这拢予大家看一下就好啊。这个标题吼，予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吼、哦。啊，这就是跟头拄啊同款吼。啊，咱头拄啊讲吼，这个是安倍。日本有足奇怪的哦，首相回国啦，回国的情形吼。一定伊有啥物后壁有啥物背景，唔才有可能回国，是毋是安尼？我要讲一个小秘密啦吼。美国去从来甲咱问，讲日本的政界跟你们较有关系啥物人？啊，秘书长想的讲，应该是石原东京都市，吼、哦，啊，过来，啊，就做过首相的，啊，安倍，伊甲咱问啊，美国甲咱问啊，啊，过无偌久，支持安倍。出来去做首相，啊，那去美国访问，啊，为了这个、那个石原东京都市，我去美国，那个叫做华盛顿 DC， 这个叫做啊世界记者会俱乐部底下发表讲，伊要去买钓鱼台。
这个代志你唔知有看到无？可能我拢无咧注意咧看。伊底下去讲，伊要，那政府无钱，东京都要去买钓鱼台，或类似，或这个，或恁知影的。啊，这就是啥？伊要改讲这个叫做啊，自卫权嘛，哦，解禁嘛。啊，那是通过啊，伊家己用行政命令去做啊。哦，啊，类似咱李登辉啊，前总统去这回九十几岁啊，我去日本去甲讲，这是正确的，家己的国家爱家己来保护啦。啊，这就是我讲这个代志。咱这个就是要给大家看，这要看啥？啊，这个啊，拢现在咱的啊怎啊？政府机关啦，拢中华民国的机关啦，自台中华民国政府各单位行政组织皆是会主。这种会计呢，大家来看行政院的，吼、哦、啊，足济嘞，足济单位嘞，大家会使小看嘞，拢会计呢，啊，这表示啥？中华民国无去啊嘛，啊，无要会计嘞，这要从啥？我过来，吼、哦，这足济单位嘞啊，吼、哦，咱过来看吼、哦，过来看。国防部，吼、哦，迄、那个政治作战局的组织会主，啊，这个参谋本部啊会主，啊，这个、政治作战局啊会主，军配局啊会主，主计局啊会主，啊，这个军医署啊，这个拢会主，大家拢会猜，哦，啊，也有呢。足济个呢，我过来。哦，内政部警政署啦，铁路警察啦，啊，这里是啊，内政部啊，迄、那个叫做啊，警政署的警察啊，电信所啦，哦，这种是啦，拢会主啦。啊，这大家唔知猜无？猜嘛吼？哦，唔猜哦。好啦，啊来就会清楚啦吼。我过来，这拢是啦。过来，咱过来。哦，啊，这是跟你讲，因准备，啊，确实，大家，吼、哦，拢会去，会使去，然后带随身碟啊，会使我这跑跑拢扩登去外去。即马，因呐，按算要收单，啊要走去带去，啊这啦。咱足早就咧讲啊，你知影？伊这2012年6月福州新闻呐、啊，这福州新闻呐、啊，讲这个所在啦，这个所在啊，
美国甲中国安排好啊，要让 ROC 的难民以前过来遐个人回归中国啦，要搁当个福建省这个平潭岛啊。啊，台北港、台中港即马拢有定期的航班，哦，要行。啊，咱哪会知？足早咱就知。美国咧做代志吼，拢有计划，一步一步。是咱哪会安尼讲？因为要予大家知影讲，足早，麦克阿帅叫蒋中正、蒋介石过来，因来接受台湾的时啊，来的时阵啊，实在那要更离开啦，要离开去带，伊就去甲菲律宾讲，叫菲律宾搬一个所在，要予因这些流亡政府的官员去菲律宾，啊，拢也讲好啊。啊，到尾哪会无去？大家唔知啊，孙立人事件无？唔知知无？迄是安怎呢？麦克阿帅甲叫伊第七舰队啊，去召见孙立人啦、啊，甲讲伊要甲蒋中正家啊赶去菲律宾去啦。啊，要叫伊来主导啦，台湾要换伊来管理啦。啊，因为伊是留美的嘛，迄个叫做军校，美国军校出来嘛，啊，美国会信任你嘛？伊讲走去甲啥物人讲？走去甲蒋总。那蒋介石讲啦，蒋介石怎带一个军甲软禁软禁起来，啊，这大家有啊足清楚啦。啊，拄啊，迄阵啊，拄啊，搁刷拄啊，限禁不法。啊，怎啊？好咯，台湾是不存的航空母舰，未沉的航空母舰，所以怎啊？美军啊，我进驻来做抵抗中共南北韩战争，所以怎啊一直延续下来，老掉嘞。啊，起码因为伊签一化了，一化签了等于中共跟国民党已经怎么样和解了啦，因回去无代志啊啦。所以美国甲中国讲，啊，无我们就一个互因大一个。啊，中国讲，啊，无好啦，这个所在互因大啦。伊讲，若无所在互因大，美国讲，若无所在互因大，因遮头有两百几万人，有诶乌白走，甲走诶四川去，走诶走诶云南去，走诶叫做福州去，还是走诶啊？做四迄个做啊？山东去、辽宁去，四国拢起来起革命，啊，你就麻烦啊咧。伊讲啊，无安尼好啦，一个小岛互大一个较好管理。啊，来遮你若咧暴动，为遮甲切掉，你就袂入去内底啊咧。啊，较好管理啊。啊，无因遮乌白走，四国走，有诶走诶带，走诶带，嗯。所以以后问题我真济，所以讲好啦好啦，这个所在是安怎？安怎？两岸共同管理啦，即讲讲啥？五个共同啦，共同规划、投资、建设啊，管理共同利益，为台湾跟平潭的特色。台币我会用你啦。在那裡台幣我會用你了，
啊，毋知有大家亲情去遐过也无？嘿，即马真热门啊！咱来确定啊，来看诶 PowerPoint， 互大家较清楚了解者。好，来，咱来。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路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咱今麦过来看哈，他受害的台商，我来，咱今麦来看个下面哈，这里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县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
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好了，我们现在还要跟大家跟大家讲吼，这次我有一个机会参加北京的仲裁迄个研讨会。我本身我是仲裁人，仲裁人恁大家唔知怎样无？有诶可能较唔知嘛吼，仲裁吼，仲裁人就是讲。那要讲较简单的讲，民间法官呐、啊，我们可以说是民间的法官，两个有其中途啊，啊可以到仲裁来做仲裁，哦啊，仲裁，因为跟北京的那国贸仲裁协会啊做一个联谊啦，啊我举手就问他们的。那个人民大会的法官，我说很奇怪哦，台商跟你们打官司吼，哪会拢判输？伊安怎讲你知？讲违背中国的政策都判输。啊，恁大家想看麦，什么叫做中国政策？啊！头拄啊讲安怎？有法律按照法律嘛吼，啊没有法律安怎？无，伊讲他不是，他不在他们的法律限制之内。啊，这就是啥？那刚我头拄啊讲的，中国政策嘛，依照中国政策。啊，我因为。十几年前，我也伫国外，有上海的人去伫国外，啊，大家都熟悉，啊，那袂歹，甲问，讲，因伫他到国校的时啦，都有间教育啦，讲台湾现在啊，比中国较好过。啊，就是蒋介石甲咱中国的黄金啊，拢再来台湾啦。安尼恁想看卖？因伫细汉就培养这个观念，讲台湾会比中国较好过，就是啥？蒋介石甲黄金拢再来台湾。啊，所以才较好过。啊，这就是啥？伊以前的思想就安尼啊，所以讲台湾人去，你就是啥？你就爱来算数啊！你就来算数，以前敢遐黄金载载去遐来算算的呀，啊，就是因的政策嘛。所以你若好朋友伫遐，赚到钱就爱赶紧。走了，你唔好讲想要赚较济，命先休去。哦，爱敢讲，爱把握，赚到钱，机会就紧走啊！啊，若剩咧就互因安尼，系啊。哦，啊有这个观念就好。咱即马这就是要讲到太阳花迄个时阵的代志。这个辅仁大学那个外聘美籍教授，辅仁大学普林大学的教授，伊迄阵啊，迄个时阵啊，
我走入去台，人去为行政院啊，讲入去行政院，伊也才坐入去啦。坐入去伫拖底啊，入去要做行政院的公文啊，拖底讲甲提出来看，讲我看到啥？咱遮的公务人员拢咧造假啦，实在足悲哀的。迄算行政院算高级公务人员呢，啊，拢咧啥？造假啦！伊这啥你知影？即讲哦，行政人员啊，每工啦、啊，爱点这个行政一个一。啊，一点通啦，啊，要爱啥？爱点啦，一个人最少吼，拢爱点50次啦。啊那啊，拢做记录。你看这什么科长啦，这秘书啦，什么人？吼，啊那点有50次就勾起来。我、啊、这无点着，讲啊，这个小姐，啊，这拢在啥？造假。一。公务人员咧做这个造假的动作，叫那讲暗赞，哦，这大家拢暗赞了，所以讲这唔是咧造假咧创啥，啊，这拄啊讲去外国的去看到，啊，无由我去看有中文的，中文阁看有，是啊，我无简单，所以吼，咱的。行政院是最高行政单位呢，爱造假。啊，这就是白色恐怖的翻版。迄阵啊，太阳花出来，拢总50万人站出来，啊，伫世界啊。各国，日本啦、啊，啊，英国啦、啊，啊，加拿大、美国啦、啊，纽西兰、澳洲啦、啊，跟西德这方面，大家拢有出来游行，迄就是咱侨界啊，迄、那个拢有出来，有出来，伊即马吼，外交部下令讲，外管呐、啊，爱来收集海外侨团。会出来游行的名单啦，啊，这拢是咧搞啥？白色恐怖啦！啊，这等于咱起码是民主社会啊，啊，要咧进行啥？类似白色恐怖，哦，从这里爱好大家嘛了解。这是我新闻报道哈，伊新闻报道安那讲，伊讲《苹果时报》哦，伊个报道讲太强流啊淘汰哈、哦、强的啦啊流弱的啦，就海陆啊海军陆战队啊要裁撤，他4月23日啊这。这报道，啊，到尾来讲，啊，无啦，无要猜测啦啦，啊，啊，这也唔是我咧讲嘅，哦，啊，这好，啊，这个是啥？苹果，那是较偏，啊，咱政府嘅，哦，类似这，和大家了解者，过来，这才是趣味哦。大家看嘛，看这是啥？这是《自由时报》哦，吼，10月20日的顶年啦。伊讲安怎？马英九讲，中国大陆是我们的领土。啊，对啊，是伊个啊。嘿，伊个啊，伊因为伊出生伫，迄个讲个做。香港啊，啊，他是他们的啊，哦，啊，这啊，咱的这个牧师，我很啊，罗荣光，伊讲伊出卖台湾主权，啊，伊
按应该伊做，那照咱的华丽来讲吼，伊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呢，唔是台湾总统呢。因为大家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去选出来的总统，啊，伊安尼讲，啊无，真正伊也讲人民无犯法啦。他说这样，他就是中华民国以前说是中国都他们的，啊，所以大陆都是他们的领土啊，啊，台湾不是啊，台湾不是啊，是啊，嗯，啊，这，是啊，他说是啊，是啊，他就说大陸是他的啊，啊，因為他中華民國造出來是流亡政府，原早那地是他的啊，他造來這，所以說他如果是說那地是他的啊，因為南京吼，我有蒙牌站出來，你知道嗎？他有站一個蒙牌在那裡，啊，這就是要跟你說吼，咱有去拜迄个靖国神社啦，吼，哦，靖国神社，吼，哦，欸，今年要过来，啊，大家唔知有兴趣无？若有兴趣要写历史的，拢报名参加，拢12月20日啦。12月20日出发，吼，哦，啊，20日去啊，啊，头到24啊，转来，啊，拢总5天，吼，哦，来，大家若要写历史的吼，哦，来参加吼，哦，啊，你看迄阵啊，东京的新闻啊报出来呢，中日新闻拢有报道出来。第一拜，阮参加靖国神社的时啊，日本啊，甲咱这个旗啊的新闻啊，甲咱这个旗啊，咱这个比日本讲起来较大粒一丝仔啦，吼，哦，那这个比例较大粒一丝仔，伊安怎嘞？伊拢甲你猜红的啦。咱即支有举入去天皇遐嘛，阮迄阵啊，第一届举入去拢举安尼啦，拢两支啦。啊，入去也见天皇。啊，因遐的新闻啊，甲咱遮换甲擦红的，规支拢换红的啦。迄阵啊，因都唔知啊，吼，无讲从，而且愈来啊。愈来啊，愈来愈知啊！吼，哦，这起啊，就无咧甲咱擦啦。以前拢甲咱规支拢人擦红的，啊，这就是予大家知啊。我看咱拄啊2:30，后节搁刷了，予大家休困10分钟一下。活动一下，较袂啊疲劳轰炸吼，哦，好，咱休困10分钟。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好，哦，下课休息10分钟。